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9年5月14号，星期二，是农历四月初十。好，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，你好。啊，对。这个这个下面请。谢谢。感谢菩萨，感谢菩萨。听不大清楚啊。这个请您帮助。啊，这个菩萨，这个等一下。这个等一下啊。哎，没关系的，说吧，我拼命听吧。喂，师傅听得见吗？啊，好一点，好一点，嗯。喂。好一点，讲吧。啊、师傅，请师傅帮弟子看名字，1986年属虎的女。哎，86年属虎的女。讲吧，有几个？弟子想要问师傅，李家静、李新静。第一次弟子梦见师傅跟弟子说，弟子的名字叫李家静，但是不知道是安静的静还是安静的静，还是干净的静，不知道是不是安静的静。然后第二次弟子在澳洲的时候又梦见师傅说，弟子的名字后面是那个玄，有王字旁的玄，王字边，所以弟子不知道是哪个名字好。李家玄好不好，师傅？李家玄，家玄，对，他的玄是有一个王字旁的。李家玄，家玄，李家静好呀，嗯，名字上是李家静，李家静，李家静比较干净，比较能够，比较能够啊，比较沉稳，不容易出事啊。李家玄呢，有点、哦、有点安静的静，有、有点冒险，但是呢，你能事业上做出点小成绩。但是呢，李家静的话呢，这就比较稳定。做什么事情都能稳扎稳打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师傅。嗯。师傅，弟子的莲花还有在吗？什么号码？19063。19063。19063。哦，还在，还在。嗯。弟子的业障比例多少？蛮高的，27呀、啊。嗯。哇，27。那个图腾颜色呢，师傅？几几年属什么的？1986年属虎的女的，偏白的。是啊，这个师傅上次梦见师傅说弟子的图腾颜色偏白的，看见吗？真的是白师傅一样吧。再啊，再请师傅看一下，在一个莲花，22141，男的。22141是吧？对，男的，1976年属兔子的。22141，22141，22141，想看什么讲啊？莲花是吧？他的莲花还有在，还有在吗，师傅？在啊，还在。嗯嗯，还在。感恩师傅，他也上比例多少？但是他不大干净哦。他这朵莲花不干净了，不大干。嗯。哦，你好好修，感恩师傅。业障比例多少，师傅？28。十八，师傅，刚刚1986年的这个弟子，以后将来有没有缘分跟师傅出家，在师傅的身边啊？先好好念经，不要以为出家就是解脱，在凡间要好好解脱的话。首先要做的像个出家人，要守戒。出家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守戒。你守不住戒，你出什么家呀？明白了吗？好的，师傅。好了。明白了，师傅。感恩师傅，师傅辛苦你了。弟子刚刚从新加坡法会回来，6月会去参加师傅的法会。好，再见。一定会跟随师傅弘法一生，师傅工作云上升。感恩师傅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师傅辛苦了，师傅再见，感恩师傅再见。嗯。喂，你好。啊，师傅你好。请你帮我看，我是74年的老虎，我想看我的身体跟我的事业，我的身体是血压高的问题。
七四年的老虎是吧？嗯。啊，对，大人师傅。七四年的老虎，嗯，啊，现在真的不是太好哎，两个地方，两个地方，一个头啊，头部这个地方啊，有点偏头痛啊，晕眩呐、啊，有时候头胀啊。对。啊。对。明白吗？嗯，他这个地方有黑气，而且呢，啊，像被人家下过杠头一样的，整天呢。哦啊，有点萌萌叨叨的，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，啊，嗯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嗯，还有就是腰部，腰不好，嗯、腰很酸痛，啊，嗯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有点黑气，还有就是关节也不好，关节，嗯，对对对，嗯，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主要是啊，好像。从正常角度上来讲，像缺钙，好像就是缺少钙一样。实际上呢，你身上有很多的散灵啊、你要每天念往生咒，要念59遍，49遍不够，好吗？好，嗯，好啊，师傅想问一下，关于现在因为血压下面的那个 reading 上到100，我现在医生怎么查都查不出问题，我个念小房子要多少张呢？啊，医生查不出，我帮你查出毛病了。啊，你这个，你这个脚啊，脚底呀、啊，嗯，你这个脚底经常去刺激它不好哎。你有没有，你有没有什么穿什么很硬的东西啊？或者走路走太多啊？有吗？走路比较多。啊，呵呵，你现在的脚底的涌泉穴这里太厉害了。所以造成你血压低，血压高啊，血压低，血压低，血压比较高啊，听得懂吗？哦，啊，就是脚板低，这样我要怎么改善呢？啊、你第一啊，不要去搓脚底板的、啊，不能搓。哦。你要记住，血压高的人，如果他泡脚的话，水温都不能太高啊，而且不能活血太厉害，明白了吗？嗯。而且要不能刺激脚底呀、啊。啊 ，OK， 好，明白。啊，这是一个，第二个嘛，就是靠几个穴位啦，啊，靠几个合谷啦、曲池啦，来放下自己。你要经常做一个深呼吸啊，明白吗？嗯哼，好，我会。深呼吸的话会让血压降低的，明白吗？对，上次师傅帮我看过，就是说我的呼吸，我的肺就是有点问题，好像氧气不太够，对啊、是真的。所以叫你要。真的，我跟你说了，所以叫你要深呼吸啊，听不懂啊？嗯，好，我明白，我会的，嗯、师傅、嗯。还有师傅，我想问一下我的工作，我因为我旧的公司有找我，嗯，找过我两次了，有 offer 过我，我都还没回去。但是我现在是你几几年啊？你几几年属什么？我74年老虎。旧公司找你，嗯。对对对，但是我都推了他的 offer， 但是现在这份工作好像做到没有怎么样太大的进展。请问师傅，我换工作怎么样？74年的老虎，你是不是感觉人家叫过你之后，你就觉得你现在这份工作没有多大的希望，是吧？嗯，是可能因感觉好像周围的。同事有一些就好像加不来，而且他 system 本来要 upgrade 一直都没有，所以好像工作上就在他 system 方面我可能有一点还不是这么满意，所以就会有这样子想。嗯嗯，你要当心了。嗯，好吧、哦、旧的岗位呢的确对你现在很好，但是当时你出来的时候他的确对你不大好，你都要想好了。对，他是担灯我，对，他是担灯、对对，是师真的师傅。你要记住、有中国传统文化上有一句话叫好马不吃回头草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情愿自己把目前的工作做好，至少没有给人家已经造成个不好的印象了。你要是过去的已经跟人家已经不开心过了，再回去总是不大好啊。听得懂吗？他又不是学佛人、如果他学佛人可能就可以忘记
这些学佛人到底不一样的，他能够原谅别人，对不对啊？嗯，对对对，嗯，是师父。啊、嗯，我家的佛台还可以吗？几几年属什么？七四年老虎。哦，佛台倒蛮好，嗯。哦，感恩师父。嗯、蛮好。啊啊，菩萨有来过吗？来过。哦，感恩师父。好好念经啦，不让你生病已经蛮好了。跟你说了，你本来的肺要出毛病的，积水了，菩萨保佑你的、哦、明白了吗？啊，对，上次我打通电图腾师傅也跟我说菩萨帮助我很多啊，肺积水啊，肺积水、嗯、好吧。感恩师傅，可以帮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吗？是王人罗昏义，罗是四上面一个四威罗啊，昏啊，昏是一个土，一个申请的申，然后玉就是玉色的玉，乾坤的坤，罗坤玉。啊，二零一七年往生。男的女的？男的，我爸爸。很难升上去，现在在阿修罗。哦，感恩师父，因为那天师父帮我看了说他又下来人道，他本来在玉界天。嗯。感恩师父，真的感恩师父，好好努力吧，好了。还要多少张呢？继续努力了，不知道，嗯，这种、okay. 这种靠你自己的。好了好了，再见了，嗯。感恩师傅，拜拜。嗯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。哎。喂，师傅您好，弟子给您请安。谢谢。嗯。感恩师傅。啊。感恩师傅，请师傅看一个七零年属狗的男的。师傅，情况是这样，师傅他的妻子呢一直在帮助他先生放生读小房子，给他先生读七遍心经和一百零八遍解结咒，教他先生相信佛法，学佛念经。请问师傅，他的妻子还需要怎么做呢？一直要做一段时间的，不是这么快。嗯、他妻子、嗯、他妻子脾气不好啊，听得懂吗？倔、嗯、倔得不得了，倔到里边呢。你倔的话嘛、嗯、人家男人就不卖账呀，明白吗？嗯，明白师傅。哎，然后很多女人她很会妙法的，人家很懂事情啊，对先生很好啦、啊嗯、你要度她、嗯、你要对她很好，而且你要真的啊把她当成佛友一样、嗯、人家会感动的呀，否则人家不会感动的呀。明白。明白了师傅，明白师傅。那师傅她需要针对这种情况，需要给她老公读多少张小房子，放生多少条鱼呢？师傅，多少张小房子，多少条鱼啊？是的，师傅。嗯，有的有的念，那先生现在目前就是这个脑子还是蛮顽固的，他放不下。是师傅，是是是，你叫他有的念、嗯，好吧，不要没有什么几遍的。念到他先生成功为止、嗯、叫他七张、嗯、七张小房子这么烧啊，嗯否则会阻碍他，而且他好的，而且他自己必须要改变成菩萨。嗯，明白师傅、嗯、好的师傅。那需要他需要放生多少呢？放生360条鱼吧。360条鱼啊，其实他们家就是说经济条件也是比较好的，可以大放生。师傅，大放生嘛最好了，如果能大方生嘛、嗯、大改变，至少福气有了、嗯、福气啊。但是你要是老婆不改变自己性格毛病，她、嗯、老公不会听她的，老公有自己一套的、嗯、明白了吗、嗯、明白了师傅。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请师傅再看一个61年属牛的女的师傅。她的孩子给她转了有30个佛台的功德，要再转多少佛台功德他才可以真正的信佛念经呢？他的孩子一直帮助他的母亲读小房子放生，到现在已经转给他母亲30个佛台的功德了。师傅，嗯，佛台的功德不大呀，好像、哦、功德不大，好像不是他自己做的佛台。嗯嗯，是他去参与，他去参与，参与，对对对对对，师傅、嗯、您说对了，是参与、啊、对，功德不大，转了20几个30几个。对，没有30几个的，20几个，20几个哈。而且他给的很少，你别听他的，他只给了一点点功德。哦，明白了。嗯、但是师傅，现在呢，他的母亲已经不反对他儿子学佛念经了，师傅。那就是还要再增加点功德呀，转呀。
好吧。好的，师傅，那还需要怎么做呢？继续给他母亲读小房子放生，然后呢继续这样去做，对吧？是是，好的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慈悲，请师傅最后看一个亡人，他叫张继安，继呢是继续的继，安呢是安全的安。你是帮人家问的吧？是师傅，是帮人家问的。啊，你不能自己问这么多的，你帮人家问。啊，是还情有可原。嗯，是师傅，弟子一直都是帮助众生问，啊，弟子从来不问自己。请师傅慈悲。是师傅。是的师傅，感恩师傅。是的。请师傅最，我说你是菩萨，啊，你倒一点不客气，还是。啊，没有是没有没有师傅没有。师傅就请您最后慈悲看一个同修，一个亡人，他的名字叫张继安，继是继续的继，啊，安呢是安全的安，2010年往生的，请师傅看看他在哪里。男的女的啦？男的师傅。张继安，张继安，阿修罗的最上面。阿修罗的最上面，嗯，哦，师傅之前看图腾说他在阿修罗道需要再念79张小房子，后来同修就梦不到了，师傅。最上面呀，阿修罗道。哦哦，那师傅他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？再拱他一把，有可能到御界天吧。嗯，御界天那需要多少呢，师傅？嗯，72张，二张，72张。好的，感恩师傅，他们的业障他们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。感恩师傅慈悲，感恩师傅。师傅您保重好身体，师傅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哎，赶快讲，赶快讲。61年属牛的女的，她的�孩子给她转了30个佛台的功德了，进。希望他的母亲信佛念经。刚问过，刚问过。啊，那问一下，58年的狗身上有没有灵性？男的，男的，男的，男的。有灵性啊。多少张小房子放生多少？58张小房子。嗯，放生多少呢？放生要280条。好的，下一个84年的老鼠男的，他今年有没有关呢？84年的老鼠啊。男的，今年有没有关？有啊，有关呐，有陷阱。多少张小房子放生多少？人家会给他个陷阱啊。嗯。哦，多少张小房子放生多少呢？放生多少？小房子，我看一下啊。小房子基本上给他要大概64张。嗯。放生呢？放生。放生350条鱼，嗯，好的，就说化解今年的关就能化了，是吧？是否是这样吧？是的，是的，嗯。哦，他你说的给今天给他陷阱是几月份呢？师傅？啊，几月份？嗯，叫他7月底要当心啊，嗯。哦，7月底，好的，好的，这是谢谢师傅，他多放生就能化解，他解结咒念多少万遍呢？姐姐咒也用不着多少万遍，姐姐咒嘛就念个3000遍就差不多了，3000。好的，亲，谢谢师傅，师傅你从法会回来，你这么辛苦，你又开始做节目，嗯，谢谢师傅的慈悲。好，再见。好，再见，师傅。再见，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好。